大家好，我是庄德福，这次要来分享的是猪肉料理，这是一道美味的家常菜，菜名叫做凉拌猪五花肉片。要如何煮才会肉嫩鲜甜，酱香浓郁？现在告诉你。影片烹煮过程里有不明了的地方，请在影片下方留言，我会尽快回复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记得开启小铃铛。准备的食材有：猪五花肉片250克，小黄瓜一根，红辣椒半根，蒜泥一大匙，香菜末10克。小黄瓜切丝，先去头、去尾，分成3等份，切片。切丝，备一锅冷开水，泡1分钟，用冷滚水来泡一下，这样吃起来比较脆脆哦。红辣椒切末，先去头，切开，再切开，再切末，调酱汁，糖1匙下来，酱油膏2大匙，黑醋1小匙，香油1匙，冷开水2大匙，蒜泥1大匙下来，辣椒末，香菜末，搅拌均匀，烧一锅水，开火，水烧开了以后，盐1匙下来，米酒1大匙，猪五花肉片下来，穿烫10秒至20秒就可以捞出来了哦。袂使烫伤久哦，烫伤久会伤老去哦。盛盘，小黄瓜丝下来，猪五花肉片下来，酱汁淋下来，
这样就完成了美味的凉拌猪五花肉片。美味诀窍重点说明：冷开水泡一下才会脆口，穿烫20秒捞出肉嫩鲜甜，淋入酱汁，滋味咸香超美味。哦，肉嫩鲜甜，酱香浓郁，试试这样煮你会喜欢。我们下期再见。